铁国东站月台候车。第一次准备开始验票，请大家帮我把票的背面朝上，那我们确认一下车次就可以开放上车。请帮我把
线与各地支线，是建设台湾社会发展的重要铁道车辆。自2017年文化部与交通部合作修复计划启动后，本馆透过详实的历史古面考证及博物馆等级的修复标准，让 DR303号重回1980年代的样貌。同时，我们也全面检修动力和机电系统，未来将以园区内动态形式，延续台湾民众和蓝皮的铁道记忆。我们现在行驶的路线是联通百金工厂、客车工厂等地的轨道路线区，未来铁道博物馆就规划展示内容，从典藏库房、客车工厂将典藏车辆透过尺寸及新的平交道系统移动至柴电工厂、军用工厂等主场馆，提供多元多样的车辆展示。铁道博物馆诚挚邀请您和我们一同体验微风徐徐的蓝皮铁道之旅。
大家小心。